这里是曼谷拉玛九区核心地段，发展日趋成熟，被誉为曼谷的 CBD 3.0。公寓 Idiorama 9 Asoka 距离地铁拉玛九站350米。项目周边生活便利，走路即可到达 Central Plaza 上泰拉玛九百货、Fortune Town 电子商城、Tesco Lotus 超市、George Fair 夜市、Esplanade 电影院以及众多特色餐厅、酒吧和娱乐场所。另外，大约10分钟车程有拉玛九医疗中心。除了拉玛九区高档写字楼拔地而起，一站地就有机场快线，两站地可以衔接 Asoka CBD。完善的配套加上高性价比的公寓，拉玛九核心区域深受租房族群的青睐。Idiorama 九 Asoka 公寓为一栋36层高的大楼，多元娱乐空间包含全景泳池、桑拿室、健身房、篮球场、小型足球场、慢跑道，公共区域设有共享办公区、图书馆、空中观景平台、花园、24小时保安、24小时录像监控，兼顾居家安全、休闲娱乐和身心放松。户型方面，除了一般平层的 studio、一房、1+1房、两房之外，高楼层也设计了复式楼中楼房型以及大面积的 penthouse， 满足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转发。曼谷公寓拉玛九核心区域现房 Idiorama 九 Asoka， 欢迎预约鉴赏，咱们曼谷见。